今天在弘一法师的这个闭关处啊，来和寂群法师来做一次生熟对话。弘一法师是什么时候在这地方好像小住过几个月？这个应该是在就是啊，民国年间，他在这里住的地方应该大概也就几个月吧。他的圆寂之前的四个字啊，现在也是我看啊，我刚进门处啊也看到了，悲心交集啊。这是一代宗师对生死的一个最后的一个感悟。生死啊，在我们俗人的眼中是一个很天大的事。生命的短暂，生命的永恒啊，不同的人呢，大千世界芸芸众生，总会有很多的解读。您是怎么看这个问题？或者说佛教佛家，是怎么来看这个生死观？就是这个佛教，从佛教的角度来看，这个生死它是作为我们这个生命延续过程的一个现象。每一个生命呢，在这个无尽的轮回中，它需要经历的是不断的生死，不断的生生死死，就像我们看这个大自然，春夏秋冬，循环反复。所以就是从我们现在的生命来看，就是人的一生啊，似乎是非常的短暂，但是就生命本身来说，它是无尽的延续，无尽的轮回。佛家的轮回哈，也有一个说法，人生如灯灭。这应该怎么解？会不会有点消极对生死？如果按你那个说法，似乎有些冲突。就是说，这个我们现在呢，介绍了比较多的像这个唯物论的这种教义，这种唯物论的教义呢，他认为是这个意识是由这个物质派生的，那随着我们这个肉体的消失啊，精神也就结束了，但是除了这个唯物论之外啊，这个自古以来啊，还有许多的这个宗教啊，哲学啊，他们会认为生命呢，它是有一个这个灵魂，或者是有一个精神心灵，这个灵魂或者这个心灵，它是一个无尽的延续。那么个体生命的存在啊，只是这个生命延续的过程中的一个表现方式，一个暂时的一个表现方式，它只是一个过程，所以就是说，由此呢，就是我想到的，就是说，从佛教来看，就是我们的这个生命啊，它应该是有两个系统，这个两个系统呢，一个就是物质的系统，还有一个呢是心灵的系统。这个物质的系统啊，它是父母给我们的，所以身体肤发少子父母，那这个系统呢，它是要经历生老病死，这个死亡了也就结束了。那还有一个系统呢，就是心灵系统。这个心灵系统呢，它是来自于生命的一个无尽的积累，是从无穷的过去延续到现在，那么一直延续到无尽的未来，当然佛教它对这个生命本身的看法，它应该说它既不同于这种这个就是一般的
这种唯物论者所说的这种人死如灯灭。当然他也不认为就是我们的这个灵魂它是一个长恒不变的东西，他认为我们的这个人就是说就是生命的延续主要依托的是我们的心，心灵这个心灵呢，它的延续是具有一种永久性，但不是不变的，就是这个心灵的内涵啊，它会不断的改变。这个改变取决于什么呢？主要是取决于就是我们的这个观念、心理活动，还有呢就是我们的行为。OK， 也就是说我们一个人我们拥有一种什么样的观念，然后会产生形成我们的心理活动，然后由这种心理活动呢会产生一种相应的一种行为，然后这些观念、心理活动、行为发生过的之后啊，它都会在我们的内心形成一种会产生记录，不是发生过的就发生过的，并且这种记录呢它会产生心理力量，而这种心理力量呢恰恰是构成我们未来生命延续的这个心灵的重要的内涵。听起来好像有点深奥哈，如果我们接我们这个凡人俗世啊，对生死的认知，我们不妨提一下英国的科学家这些年来对灵魂的研究，他们认为灵魂是存在的，当然这里面有无数的这样一个案例，这个听起来有点将信将疑啊，我发现藏族人或者彝族人，他们对生和死他的认知和态度，和汉族人是不一样的，他们对死认为是一种生的开始，其实汉民族最早我们从有那么多的墓葬的陪葬品的丰富，无论是皇家还是民间，大概他们对生和死都有一些寄托，有一些期待，认为死就是生的开始，所以他们有很多大量的这种陪葬品，好像要享受原来的生的时候的那样的一个待遇，这个是一个很有趣的现象。人们对死亡的恐惧，是基于对灵魂的接纳而止，而不是对灵魂的永恒。人们对于人生如灯灭，对灭，只是一个符号或者是一个终结，他这个解读应该是有点偏差吧？灭是不是真灭？因为我们现在呢，我们更多的看到的是这个有形的这个肉体，一般的宗教讲到的灵魂也好，还是这个心灵也好，它是一种无形的存在，受了这种唯物论的教育，所以他对这个就是当他看到这个肉体的消亡，他就很容易的想到的生命就由此结束，但像你刚才讲到的，比如说像我们像这个其他民族，或者在我们汉民族的传统，我们对人死了之后我们还要对他进行这个祭拜啊，对他进行陪葬啊，那就说明这个人死了之后生命还是会有一种另外的方式存在，但是这个存在呢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方式的存在呢？其实在我们这个中国的这个文化里边，在这一方面啊就是说讲的还是相对比较简单，但是如果在这个佛教的这个文化里边啊，他会把这个人的这个生命的延续的这个过程啊分为四个阶段啊，这个四个阶段呢就是生，我们的出生就是代表着一个阶段，从出生到死亡这个过程代表着一个阶段，然后呢死亡这是代表着一个阶段，死的这个瞬间，对，从这个死亡
到未来一起生命的开始，又代表着一个阶段。那个阶段呢叫做中有，就是这个中阴身。比如像藏传佛教，他就会讲这种中阴身超度法啊，他会有很详细的一些描述。比如说当人死了之后，他会经历一些什么样的一些状态，然后这些状态呢，他又如何会影响到他未来下一期生命的延续。所以佛教把这个生命的延续分为生有、本有、死有和终有，这样的四个部分。这叫世有。对对对对。俗人会把一个人的生命的终结谓之为往生。往生和轮回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辩证关系？轮回呢，它就是属于一种比较，就是一种比较被动的，一种比较被动的，就是生命在这个无尽的延续的过程中，你会随着你的这种愿望、这种业力、这种执着，使得你的生命啊，在未来的延续的过程中，不断的在重复。轮回其实它是隐含着一种重复的意思。重复的意思。就是说，这个就是我们内心有某一种需求，有某一种执着，然后这种需求和执着，它会带到另外一个时空，继续在完成这样的一种需求，继续在重复这样的一种执着。那这个往生呢，事实上就是说，它是你通过对自己的这个生命啊，或者说通过修行，然后对自己的生命做出一种主动的选择，选择我要去什么地方，你有一个非常这种明确的愿望，这种愿望呢，你在一定的程度上你是可以，就是自己是可以自主的去选择我要升到什么地方去。有这种自主选择的这种说法吗？这是有到最后一有的境界，一个新的开始。那么从佛法的这种研究或我们的解读，人生的归宿在哪里？你刚才讲到这个选择的问题，我们的生命到底这个能不能自主？能不能自主呢？其实就涉及到一个问题：我们的生命能不能自由？因为如果不能自主啊，也就是不能自由。讲到这个，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能不能自主？这个问题有点远。但是呢，我们在离开世界的时候能不能自主，跟我们现在能不能自主，其实是一样的。这个道理是一样的，人生的归宿。那么好了，无论是我们俗人或者佛家，都有善有恶，甚至有各种境界之说，有七级佛陀，也有人间地狱，有十八层地狱。我不知道这个是一种人劝善去恶的一种杜撰，或者是在佛法上它确实也有这种轮回往生，人生的归宿一定不是只有一条路，一定有善有恶，是是是，有光明有黑暗。对，一个人他应该有什么样的趋势？我们的这个生命的发展取决于我们的行为，我们的业力，就是说每一个生命啊，事实上呢，它都会有不同的心理活动，不同的心理力量，然后这种不同的心理力量，它会产生不同的这种业力。但是人对自己的这个心理力量啊，其实对于多数人来说，它是不能自主。所谓不能自主呢，就是说每一个人他的这个行为，他会形成一种心理力量，这种心理力量呢会形成一种惯性，
比如说我们面对自己内心的，比如贪婪、仇恨、焦虑、浮躁、恐惧、没有安全感，就是很多不良的心理。你面对这些心理啊，你是不能自主的。所以我们现在社会上为什么流行说被控、被选择？其实这个被控、被选择呢，它不只是一个客观的因素，其实更主要还是一个我们内心的因素。比如说外在的环境为什么能够控制你，能够选择你？其实你内心是有一种相应的需求，有一份相应的在乎。如果没有这种需求和在乎啊，事实上你是不会，外在的环境无论什么环境它都是影响不了你的，它都是影响不了你的。那也就是说我们的生命总是在不知不觉中培养了很多心理力量，而这些心理力量啊，它会推动着我们生命的发展和选择。所以在这个无尽的轮回中有各种各样的生命的形态，其实就像我们现实的人生有各种各样的职业，有各种各样的人格，各种各样的职业，各种各样的人格，事实上呢都是跟我们人的这种观念和心态啊，它有很大的关系。所以如果不能自主，那就意味着什么呢？那就意味着你对你自己的生命的发展你是不能够主动选择的。你的生命的未来在哪里，其实你是不能够主动选择的。所以佛教讲这个有一些现象我们固然是看不到，但是我们可以从我们当下的人的这种观念和心态来看这个世界的差别。我们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到，事实上呢这个不同的心态它是会发展出不同的人格。不同的心态、不同的人格、不同的在乎和不同的不在乎，对，就是人和人之间的差异性。对对对。你列举的那些焦虑、贪婪、仇恨、不安全感，恰恰是我们现在这个当下这个社会啊的一个普遍的众生相，普遍的执念。这个东西呢为什么会那么的普遍，或者人们会活得那么的不快乐，或者人们现在开始在追求幸福，开始觉得简单，这是一种返璞归真呢，还是原来对这种现世的一种无奈，还是一种逃避？这个呢跟这个人啊，这个他迷失了自己，这个迷失了自己呢使得他这个对外在世界的需求越来越多，对外在世界的依赖越来越多，整个社会这个物质文明鼓动人的欲望，鼓动人的欲望之后呢人就会不断的去向外去追逐。当我们对在向外在追逐的过程中呢，我们会产生一种对这个需求的对象会产生一种贪着，就是佛教讲的贪心、贪着依赖。当我们对外在的东西世界有了太多的依赖之后啊，由此呢就会产生这种焦虑、恐惧、没有安全感。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所依赖的一切，尤其在今天这样的一个就是说这个全球化的社会，一切显得越来越不确定，越来越不稳定。所以人的内心呢就会越来越没有安全感。因为你把安全感建立在外在的世界，当你把安全感建立在外在的世界的时候，而外在的世界一切是无常的，它是无常变化的，尤其在今天这个时代它的无常会显得更为突出。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注定呢会产生这种焦虑、恐惧、没有安全感。怎么去化解这种顾虑？比如说像过去的社会啊，
相对人们过着一种比较简单的生活环境，他对外在的需求少，依赖少，相对来说他的生活，他的这个生活的这个稳定程度啊，相对就会比较高，这是一个方面。那另外一个方面呢，事实上从佛教的角度来说，其实每稳定跟不稳定都在 人的内心，我们的内心既有稳定的力量也有不稳定的力量，比如说没有安全感就是一种心理，焦虑这也是一种心理，恐惧这也是一种心理，当你有恐惧的心理的时候你就会恐惧，当你有焦虑的心理的时候你就会焦虑，当你有不安的心理的时候你才会不安。那反过来说，如果我们没有不安的心理，你还会不会不安呢？那肯定就不会不安了。如果没有焦虑的心理，你会不会焦虑呢？其实你是不会焦虑的。所以我们需要知道这些焦虑的心理它是来自于哪里，它的关键点，它的根源是在我们的内心，而不在于外在的世界。这叫一念天堂一念地狱。对对对对，这个念很重要。对对对，就放下这个执念，就是人的一个生死观，其实一个开始。你的本有的修行，这个修可能就在从这儿因此而发。我们在延续这个话题，人和人之间是有千差万别的。现在有一种说法啊，当然那个话不是太雅，比如说现在有人叫屌丝，杀马特，这是千差万别非常快的一个人，还有讲土豪，土豪金，还有各种各样的二代三代，这个很多。人跟人之间的差别，我想这是一个很有趣的话题。那么好了，生命是不是有天生的与生俱来的等级的不同？就是在我们现实的这个社会中啊，不同的信仰，不同的文化，它可能会给我们这些不同的一些等级观念，比如说像印度的这个婆罗门教，它本人天生的就分为四个等级，在不同的文化里边，我们也可能会把人啊通过这个比如社会工作的不同，或者血统的不同，或者肤色的不同，来这个区分人啊，它是存在这种等级的差别。但是佛法呢，看到人的这个平等性，也看到人的这种差异性。那这个人的这个差异，它究竟是建立在什么样的一个基础之上呢？佛教认为人的差异啊，是建立在人的这个行为上的差异，然后由这个行为呢导致的一种这个心理心态的差异，导致的这种人格上的差异，而这种差别啊，它是具有相当的一种对每一个生命来说，它是一个比较本质性的差别。佛教它认为就是说你的行为就决定了你会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比如说你的行为高贵，你就是一个高贵的人；你的行为低贱，你就是一个低贱的人；你的行为充满着罪恶，你就是一个罪恶的人；你的行为充满着道德，你就是一个道德的人，就是一个高尚的人。和人的出身没关系吗？不在于他的出身，而在他的修为，是这么理解吗？对对对对，这个只是他的生命的一种某种呈现。比如说你今天是一个什么样的地位，其实这是一个很暂时的东西。刚才寂行法师跟我这个谈到这个众生平等，其实说了一个大家耳熟能详的观念，叫众生平等。因为俗间呢，要做到众生平等很难。从最早的等级的出现，阶级的出现，到了魏晋南北朝之前的门阀制度的出现，到了有科考制度，把寒门子弟的路士打通了一个路径，到了这60多年来的天翻地覆，到了这些年的改革开放，
阶层的流动也出现一些困扰。比如说我们这个时代，我们通过读书，我们可以改变我们的原来的地位，我们可以流动到一个相对稳定的一个另外一个阶层，通过不同阶层的通婚交流，又改变我们下一代人的流动的路径。这个流动的路径板结化以后，众生平等就出现困扰。人跟人之间的千差万别是内心，是执念，是修为，跟他的出身是没有关系的。但现实生活中，出身还是决定了一个人的发展路径。通过各种努力，他未必能够改变他现在的一些实际情况。这是我们凡人的烦恼。很多人的烦恼，很多人的不安全感，很多人的仇恨，很多人的贪，或许源出于此。从佛家的佛门的角度，众生平等是只是一种说法，还是一个实践，或者是一个结果，或者是一个境界？我们讲到这个平等啊，之前啊，首先呢要讲到这个差别的问题。差别，社会的这种差别，人与人的这个差别，它是显而易见。包括我们刚才前面讲到了这种这个宗教文化，给我们建立的种种这些差别的观念，而这种社会民众这种差别观念的产生啊，事实上呢，它都是跟一定的这种某种文化有关系。有的人可能因为接受了某一种，像接受了婆罗门教，像印度人，他就天生的就认为人就是存在这个是个四种差别。那么有一些像种族的观念啊，肤色的观念啊，因为我们接受了这种文化的教育影响，所以在我们的内心里边无形中就会形成这种差别等级的观念。这个是一个方面。那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说这个每一个生命的自我啊，这个事实上呢，他都这个他的内心里边，事实上他都希望自己要比别人重要，比别人更优越。就是从佛教的角度来看，每一个自我他都具有这样的一种特征。也就是说，即便在今天这个民主的社会，我们希望这个整个社会能够建立一个平等的社会，但事实上每个人内心里边无形中他都希望自己是比别人是更重要更优越。这是从人性，从凡夫的人性里边他本身就具备了这样的一个特征。所以不平等的产生呢，它既有这个社会的文化因素，也有我们每一个人的内心的一种诉求，有这种不平等的诉求。就是说当我们没有条件的时候，我们愿意跟别人平等，我们只要有条件的，我们是不愿意，谁也不愿意去跟别人平等的。这也是贪念吗？这个是一种我执，佛教讲的这个我执啊，这个它的这个特点啊，它会在追求三种感觉。一种呢就是重要感，就是希望自己要比别人重要，要引起别人的注意。第二点呢就是自我的这个优越感，希望自己要优越于别人。第三呢就是自我的主宰意，就是希望别人顺着我，或者我可以指挥别人。就是每一个强烈的我执它会有这个三个特点。当然不是说所有人都一样，有的人可能会弱一点，有的人可能会强一点。弱一点就是你这个人的我执是比较弱的，强一点就是你的我执特别强，像这种独裁集权，他可能就会可以把人的这种我执发挥到极点。佛教讲这个平等从两个角度，第一呢就是从这个业力的角度，也就是业力行为，行为业力，就是每一个人的行为会对你未来的生命产生一种相应的影响，在这一点上是平等的。也就是说你是一个帝王也好，
你是一个平民也好，你是一个教授也好，你是一个工人也好，当你升起一个不善的念头的时候，在你的生命中就会形成一个不善的积累。当你做了一件犯法的事情的时候，你这个行为你就会产生一个犯罪的行为。如果是在一个法治的国家，王子犯法应该是与庶民同罪，犯罪的行为在他的人格上产生的影响它是相同的，不会因为你的身份不同，那么这种行为对你的影响就不一样。这就是佛家所说的业吗？那这种业，业就是行为。这个行为包括三种，比如说思想的行为、语言的行为，还有身体的行为。所以生命是无尽的积累，这个积累正就是来自于你的这个行为，你的从心理的行为到身体的行为到语言的行为，它这种行为发生过之后，它会在你的生命中形成不同的积累。每个人都会觉得自己是独一无二的。对，每个人的生命的个体和人与人之间是千差万别的，没有一个人是相，都是极其的相似的。这就是它的差异性。这个差异性跟内心的修为和他的业的千差万别是有紧密的联系。我觉得我非常的欣赏或者认同你那句话，跟出身是没关系。你可能是个贫寒子弟，你可能是个农民工，你可能是个低下收入的阶层，你可能是个高贵的人，但你的修为如果够的话，你是可以改变的。